台湾之光王建民阿联今天正式成为自由球员了。国民队的官网已经公布了八位自由球员的名单。那么现在人在台中的王建民表示啊，他还是最希望能够被国民队再签回去，因为国民队在他复健的时候对他不离不弃。国民队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最新自由球员的名单，包括了王建民在内，有八名球员成为自由球员，被球团释出可以加入其他球团的机会。人在台中教小球员打球的王建民在第一时间表态，还是最希望被国民队签回。国民这两年帮我很多忙，然后他们就是帮我在这样复健都不会放弃，对啊，然后当然是希望还是想要回到国民去。健仔的新合约会签给大联盟哪一支球队？经纪人目前呢视为是最高机密，并不愿意对外公开。而健仔的昔日战友 Cano 仍在新庄球场为台湾明星赛做热身，他希望王建民在拿到新的合约之前，先和他打打球。It is so good to see him back in the game. I know he was hurt for a few years, but it's really good to see him health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facing tomorrow.Cano 跟爸爸阿 Q 在新庄棒球场表演了全垒打示范赛，他轰出了四支全垒打，同时也募得了20万元台币捐给多米尼加作为棒球基金之用。